猫说，一道彩虹是半圆，两道彩虹是团圆。等到有一天天上有两道彩虹的时候，我就可以跟我爸爸团圆了。这样贴告示，不知道熬了多少日子。我究竟是要警告他快点回来，还是告诉自己，过去呢，不会再回来了。成这样还敢跟我骑车？哎，老兄，从我调来的第一天就开始抓你，你是不是故意玩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听，整条街都有人在听。有人像你这样贴的吗？喂，整栋房子被你贴得像鬼屋一样。没见过这么肥的电线杆。有事没事就抓几个路人来罚站，把人家当电线杆，你不怕人家告你啊？放假喂，三更半夜不睡觉，你给我爬到路灯上鬼吼鬼叫的。你在哪里？你给我回来。找人也不是这样找的吧？我告诉你，你老婆她，哎，陈海滨，你还睡？陈海滨。哎，几点了啦？起来了啦。叫你衣服不要乱丢，要讲几次？你是三岁小孩子吗？真的是很倒霉，每天自己事情都忙不完了，还要来这边帮你做家务。但我真的是，菲佣哦，菲佣多少钱赚哦？起来了，你可以不要来啊，这不是你家，拜托你可不要说来就来好不好？哎，你以为我喜欢来啊？我两天不来，这里就变猪窝了啦。臭死了！我真的是一片好意啊。但是以后我肚子饿的时候要吃饭，我会上你家；有脏衣服需要洗的时候，我会拿去给你；家里需要打扫的时候、你每次拿衣服来洗的时候都三更半夜嘞，下午三点半给我讨午饭吃。你如果真的要我帮你做家务的话，你就照我的作息来，正常人的作息好吗？拜托你也关个门好不好？十分钟后开饭哦，不然就没得吃了。
相信王子你一定会出现的，他会牵着你的手带你去城堡。十分钟，一秒不差，算你聪明。城堡里面有好多玩具，有好多漂亮的衣服，还有好多好吃的东西，从此你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不离不弃。好傻啊，王子没有，王子面有，城堡没有，汉堡倒是有，你要吃我待会买给你。不离不弃没有，背叛你一切有。一定有城堡，一定有幸福。请你别说了，行吗？你是好人，好人有好报。好人不值钱，世界上绝对没有好人，更没有王子。请你别说了，行吗？求你了。停了，停了，别哭了。你又来欺负我妹了，你。我没有欺负她，我告诉她事实，这样才可以治好她的公主病。莎莎，你听姐姐说。女人呢，要是想过好日子啊，只能靠自己。男人啊，没一个可靠的。佳薇一走就是6年。我说你们女人才不可靠。人家都不要你了，还不死心啊？你对我，要是我对她一半好，那我就要偷笑了。你是我谁啊？你是我老婆吗？你不是啊，我干嘛对你这么好？对，我不是你老婆。却每天要帮你烧饭煮菜洗衣，你当我是什么备用吗？陈汉斌，你应店的人昨天找不到你，找到我这来了。我姐替你把钱付了。我告诉你，你这个月要是你闹钱，我求求你别再拿去赌了，好不好？好，快吃饭。这样，你就知道坐在这儿喝酒。我花钱请你来当大爷的，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除了喝就是赌。我听人家说，你又开始贴警告淘气了。你还盼着佳薇回来？如果你真要佳薇回来，只有一个办法。再拿个奖牌把他追回来，证明给全世界看，那次是意外。从7岁我养你到现在，训练你成为一流的赛车手，你这个样子，能不难过？年轻的天才赛车手，在短短2年内就让中国人站上了MotoGP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赛。Thank you.
楼上那位先生好像很面熟，是不是玩脚踏车的？你可能会认识他，但是他一定比你想象中的伟大。哦，该不会是陈汉兵吧？真的啊！哦，我被他气死了。上一次他骑摩托车比赛，我规个唔拢跌落，拢踏落呢，结果害我冰车，害我今仔在骑车。他又对我笑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爸爸生给你这一副牙齿，啊，这样就是代表你生性爸爸的女儿。你哦，可以生孩子，但是不可以恋爱。嗯，为什么我不能谈恋爱？你上一次跟人家谈恋爱打 kiss， 对方你被掂了。好久不见，你过得还好吗？你问我过得好不好？你说我过得好不好？一离开就16年，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你问问他们我过得好不好？你不用那么大声的跟我吼，这么多年，你的脾气还是没变。想回来干嘛？离开你之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现在已经6岁了，叫彬彬。她现在一个人在前面车站等你。我有事情要离开一阵子，实在没有人帮我照顾，替我照顾她一阵子吧。别担心。我没说你是他爸爸。你知道我是谁吗？阿碧啊。你怎么知道？因为妈妈说会有一个很帅叔叔来接我，他叫阿碧。妈妈有时候会买好多好多炸鸡给我吃，可是吃完以后就好久好久看不到妈妈。空气好好。哎，我在哪？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边，那边有张床还蛮大的，我们两个可以挤一挤。你不会打呼吧？上次那个叔叔打呼好大声哦，害我睡不着。好，我让你先睡。
你先睡，等你睡着了我再睡。大女儿都可以借我摸啊。咖啡，谢客气。闪闪的鲜花开呀，我采到山下来，原来妈咪也是山。你在看什么？哦，帅哥啊！嗯。小朋友，你新来的哦。嗯。嗯，你是谁家的小孩啊？阿 B 的。阿 B？ 阿 B 有小孩，我怎么不知道？我现在住在他家。你妈怎么会把你丢给阿 B 这种人呢、啊？你等一下哦。哎，你看清楚，这是不是你妈？怎么这么丑啊？是谁画的？我画的。阿 B。阿 B。我不要的小孩。哦。哎，要不要吃饭？不吃啊。哦，拜拜。小气鬼，生什么气啊？有种就不来吃饭啊！他们两个都已经走了，还听得懂？还有衣服也别让我洗了，我就是故意吼给他们听的，听不到无所谓。来，快吃饭。冰冰，哦，冰冰，哇，好酷哦！可以借我看一下吗？可以呀、啊。跟你说，我爸是骑赛车的哦，他在国外一直比赛，哇，所以我没见过他。这是阿 B 的冠军车，哇，送给你。真的吗？真的。谢谢。嗯。你确定他是你儿子？你可不要乱帮别人养儿子哦。你如果真的要养他，你现在就要好好的教育他，要让他好好听话，教他怎么赚钱。将来替你赚钱，跟你不一样。跟我一样有什么不好呢？我养你这么大，你替我挣点钱有什么不对？我不会让我的小孩做你的赚钱工具。你还在想着那时赛车的事儿啊？不就是摔了一个车吗？
不爽复出啊？当年那一摔还真把你脑袋给摔坏了，到现在还没把那车给扶起来。刚刚爷爷说你是赛车手还是摔车手？赛车手 OK。 哦，那你跟我爸爸比谁比较厉害？废话，当然是你爸爸比较厉害啦，不然我怎么还在这个地方混呢？你说对不对？所以他很有名哦。他天下无敌。如果说我是赛车界的第二名的话，那你爸爸他称得上是赛车界的第一名。那如果你是第二名，为什么不跟我爸爸一起出国比赛？我英文不好，紧张。 Oh my god， 我来教你。我问你，英文怎么讲 ？One。二呢 ？Two。三呢 ？Three。四呢 ？Four。那弯起来呢？抽筋。不是，它叫 Wonderful。你把我当白痴吗？Wonderful 哎。Wonderful 就是老师点赞的意思。你怎么英文这么厉害？谁教你的？不告诉你。你坐过摩天轮吗？废话，当然有坐过。有一天，我希望能一个人坐摩天轮，不用排队就可以玩好久好久。你可以带我去吗？你听话一点，我就带你去。哇，你有钱人啊！每次妈妈叫我家的时候，只要大人说我挂，就会给我50块，我都会把它存进去哦。下次你妈妈来接你的时候，我也说你乖。真的吗？耶！我刚存到1000块了。怎么了？阿B嘞？阿B不见了，我的钱也不见了。哦，这可恶的王八蛋，一定又是去赌了。你的小祖宗啊，你也吃一点吧。
我跳得那么辛苦，你也得看一眼吧。哎，这个臭阿兵，我今天一定要打爆你的头！不要脸的家伙，竟敢偷小孩子的钱，你还真是有过恬不知耻！我今天一定要给你好看，有种就不要回来！啊啊！你大流鼻血啦！有种你给我回来试试看！啊，帅哥们啊！嫂子，你进攻他好不好啊？你为什么要来这里住啊？因为妈妈常常出国工作啊，每次妈妈去工作，我就会住在妈妈的朋友家。哇，你妈妈常常坐飞机啊？嗯，我妈妈是空中小姐，她每天在天上飞来飞去。那你住过很多人的家里咯？嗯，这是我上次住的地方，胖阿姨的家。我跟你讲，他家很有钱，他有一只狗，洗衣机早要1000块，好好笑哦！我洗澡都不用钱，还有吃豆鸡眼叔叔，他也很有钱哦，他有一台好大的游艇，他常常在船上烤乳猪，烤乳猪比我还要大哦，有这么大的乳猪吗？有，这是阿碧叔叔，他每天都在喝酒，臭死。有一次我睡到一半睡醒过来，看到阿B他在阳台上光着屁股喝酒哦，光着屁股喝酒，你光着屁股又不是用屁股喝酒，都是大的屁股。好了，可以吃饭了哦。哇，你们俩小鬼没等我啊！来来来，多吃一点青菜啊、哦！哇，夹不起来，这应该像花生。乖。哎呀，急死赶上，饿死我了！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竟然偷小孩子钱去赌？什么偷啊？是借好不好？昨天晚上财神爷来敲我的门，告诉我说财星高照我家1个小时。你说，我能不听财神爷的话，赶紧出门去吗？你这什么歪理啊，你偷小孩子的钱就是不对。嗯，我跟你说不叫偷嘛，叫掉头寸。哎，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啊，你就是我的财神爷。我学霸了，我送了，这是送给我的。干嘛讲了好久，都不能给我哎？那你是不是要对我表示一些什么呢？嗯，谢谢阿碧叔叔。我好感动啊！没想到你们俩这么近了，这么有缘，我好羡慕。好啊好啊，羡慕什么？快吃饭吧。哎呀，真爽。谈过恋爱吗？废话，我这把年纪还没谈恋爱，不是很逊？我也好想要谈恋爱哦。那你跟他告白啊？告白是什么？就对他说出你对他的感觉。公主啊！他叫小三。
陆小生，你养的。你不在的时候，他对我出来找东西吃，我有喂大师哦。拜托，老鼠全身上下都是细菌，很恶心，好不好？你这么恶心，那你还说是过的饼干？哎，我说你妈是不是有男朋友？你是说菲利叔叔？菲什么？利什么？他谁？他射箭很厉害哦，真的有拿过很大的奖杯，你才拿很小的奖杯。那有什么了不起？奖杯我一堆。没骗你吧？你这个好丑，菲利叔叔还有把手。你喜欢菲利？那我呢？嗯。我跟菲利。菲利叔叔比你高。我是问你比较喜欢谁？菲利叔叔的头发是金色的。那不是重点。菲利叔叔的奖杯比你多。你到底喜欢奖杯还是喜欢菲利啊？吃醋了。我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啊？两个都喜欢不洗脑大人的这样，不洗，汉贼不两立。汉水，我这样听不懂。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不在，来吃饭。阿碧在的时候呢，你可能要小心一点哦。他好像想干掉你，其实他人也没有这么坏。
他嘴巴讲的跟里面想的都不一样。好，来吃饭。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有阶梯。嘉伟了，哎，妹妹睡觉了。怎么变那么瘦天经地义，欠钱不还就很糟糕，是不是？还有10000块你怎么处理啊？哦，对了，我居然听说你有钱给小朋友买新车，没有钱还我。哎，逼哥，这样子很糟糕哦。脚踏车是我用3次赢的钱买的。我相信我也是有小孩子爸爸，对不？天下父母心，我不愿意伤害你，我不愿意让你小孩伤心，但是请你也不要伤我的心，爱好吗？48小时，来找。
长的牙刷刷牙哎。我替你报仇了，小三，你安心吧。喂。姜伟，是我阿斌，不好意思啊，这么晚还打扰你。是不是冰冰怎么了？他没事，他没事吗？没事。你不要吓人好不好？我事情办得差不多了，过几天我就回来带他走。是这样的，你不是说过几天会把冰冰带回去？我想说，趁他回去的时候，买一台新的脚踏车给他。我自己存了5000了，还有1万块。看可不能先跟你周转一下，我过几天就还你。你这么晚打电话来，就为这件事啊？事情有点急，可不可以请你明天汇给我？我待会传账号给你，好不好？好，我明天汇给你。不好意思啊，但这事对我很重要。他很好，很乖，你把他教得很好。这两天辛苦你了，一个大男人带着他真的不容易。我也很开心。那就好，晚安。晚安。希望白马王子赶快出现，对不对啊？咦，姐姐，你怎么知道？你就这么点心眼，谁会猜不到啊？错，王子已经出现了。好啦好啦，来啊，吃蛋糕，好大一个蛋糕。对了，马妞，你为什么不穿裙子？我，没有为什么啊，就不想穿啊。你问这不是废话吗？马妞明明是个男生，那为什么穿裙子？你忘了，他装了一只手可以扛起一只牛哎！你这家伙，哈，之前是一头羊，现在是一头牛，找死了你！你信不信我把你的脖子扭了？说对不起，说对不起。好，对不起，至少我可以证明他是有胸部的。有吗？哇靠！开 party 啊啊 ！Party time！ 睡油睡油，吼，皮哥，恭喜恭喜啦！谁生日啊？小朋友生日啊？哇，好嗨啊，是不是？应该恭喜恭喜啊！哎呀，生日快乐，小朋友！那叔叔要给你们唱个生日快乐歌，好不好啊？
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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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迁就他车。不是说要两天吗？钱我都凑到了。是啊，那两天是刚好那一万块的现金嘛。那我是想说这个车看起来也不错，就当利息，嘟嘟啊呵。皮哥，是不是我也是孩子的爸爸了？那我昨天回去听到说，哎，我孩子刚好他也想要一台脚踏车，我就我相信你应该不会剥夺一个好爸爸想要送给他心爱的小朋友一台脚踏车的权利吧？你讲对不对？有，谢谢，把车带走。林阿嬷，不要动！小哥一点都不痛。是他们哇哇叫，还有马妞拿着灭火器，想看他们一下，大吼大叫的，是哈叫的。还有哪里？是谁叫他们抢我的脚踏车？我是阿 B 主播，零钱买给我的。阿 B 妈妈找你，我没有学会，我没有，我没有做坏事，是他们，是他们先不好的。哎，妈妈要我明天送你回去。我不要，我还要住在这里。我明天骑车载你回去。一直骑，一直骑，一直骑。耶、yeah! ！好了好了，来，擦身体。哎、欸，别动别动。来抱抱。不管罗宾汉的真实性如何，绿林英雄的异形呢，是小朋友学习的好榜样。他们传奇性的故事也叫人叛逆。要走了吧，身上的钱还够不够啊？不用了。那不是要给你的，是要给冰冰的。喂，陪我喝一杯。其实他妈妈说的也没错，今天大家打架，明天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乱子。嗯，也是啦。说到他妈妈，哎，那个冰冰的妈，你还爱她吗？
你看我现在什么样子？还有谁会喜欢我？有啊，很多人都喜欢你啊。有，哪有？有，像我就还蛮喜欢你的啊。告诉你，我很喜欢今天晚上的感觉。我好像爱上一个人。我一直把你当作是好哥们，我的死党，永远都是。我这样讲你会懂我的意思吗？不是啦，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不是你的死党，我不是你的好哥们的话，那我吃你的，拿你的，喝你的，我成什么？我不就成了吃软饭的小狼狗了吗？我，半就是。吓到你了吧？吓死我了！你怎么样？演技不错吧？可以去当电影明星了。你就是这样不懂女孩子的心，所以才会让她跑了。我跟你讲，你明天见到她的时候，记得买一束花，然后多说几句甜言蜜语。还有，你穿体面一点嘛，胡子刮一刮，其实看起来不差的啦。最重要的是，你的姿态放低一点，女人心很容易软的。好，加油啊！先走喽。小心啊！放心啦，你不说我撞的跟男生一样，可以一只手扛起一头牛。我跟你开玩笑的，其实你很可爱。小孩。包得像伏地魔一样，哈利波特，是你逼我的，给我打！你最好赶快还钱啊，要不然我就天天到你这来捧你的场啊！
看你下回还敢不敢赌哦。是谁叫我赌的？是谁要我乖乖听话，假装摔车，然后下手于钱？我只要你帮我那一次把账还了，我就戒赌了。可是你现在，你都成个赌徒了，让你付出，你只会撞死。你不甘心？我告诉你，你这辈子别指望我付出，我要你陪我当一辈子的废物。你口口声声说不要和我一样，你现在还不是跟我一样吗？是谁陪谁当废物啊？你明明有机会，我非要跟着我这个老废物走。就算上回我真的是害你的，你现在也应该把车给扶起来了。刚满18的时候就牵着他野了，试车的时候时速开到180，感觉跟飞了一样，结果嘣，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全身六处粉碎性骨折，包了10包，在医院躺了半年多。这么可怕你还学啊？把妹当成骑野了，哪个女孩子可以抗拒野狼的诱惑，对吧？那我爸爸也是骑野狼的咯。当然啦，他们怎么会生出你啊？你是不是很想你老爸？嗯，妈妈说看到两道彩虹就可以跟爸爸团圆了。怎么样？嗯，我当你爸爸好不好？你又不是我真的爸爸，你看又没有彩虹，叫声爸爸来听听。不要。你叫了。不要。你叫我买新的彩色笔给你。不要。我长大之后我叫你骑野狼。不要。飞只是答应给我连吃20天的炸鸡，我都不叫他爸爸。你叫他干嘛？你没有必要叫他，他不是你老爸，神经病啊你。那你还不是一样？我。这里该不会也是要去参加锦标赛的吧？等一下，是因为没有赌注才不比赛吗？怎么样，一赔一还是一赔二？陈汉斌，你曾经是我最敬畏的对手，锦标赛我等着你。
你不是赛车手吗？为什么不跟他比赛？其实你是假人，对不对？你的身体是面包做的，你的眼睛是巧克力做的，你根本就是一个假人。你不要再喝了啦，你嘴巴好臭。你安静一点。你看，这是你，然后是刚刚那个叔叔，是面包做的，他是铁做的，他一拳就把你打烂。你会不会太狠了一点啊？跟别人跑也就算了，孩子还要我帮你带，我对你来说算什么东西？你把我当什么了？我跟你说，这孩子我现在带不下去，我把他放在……喂，
去帮你买炸鸡炸薯条，很久没吃了，对不对？嗯，真的很久没吃了。我还以为你要把我丢掉，不要我了。我看起来像坏人吗？我像是那种会把小孩子丢在路边的坏人吗？赛车的路，真的吗？那是真的啊。那你要不要再对我表示一下什么呢？我刚才叫你 wonderful 好。怪不得每次刷牙的时候都有股怪味。你是坏小孩。嗯。不过看到你对我这么诚实的份上，有件事啊，我也是想要对你坦白。什么？其实今天早上我是打算要把你丢掉。坏人！拜托，一人一次扯平好不好？坏小孩，坏小孩啊！坏人！坏小孩！坏人！哎，坏小孩！坏人！坏小孩！坏人！坏小孩啊！你是坏小孩！坏人！坏小孩！坏小孩！坏小孩！爸，我害怕，当我面对未来的时候。想你在身边的唠叨，来不及回忆，来不及叹息，来不及就过去，爱那么甜，爱那么温。那是你不说的信仰，那是受伤后的故乡。刚刚已经办好手续了，我准备带着他移民美国。漆黑的夜里有你的拥抱，不管早上你在电话里说什么，我都告诉你，他真的是你儿子。来不及就过去，爱那么重新开始好不好？我可以戒毒、戒酒，只要你跟冰冰永远在我身边。那你有没有替我想想？
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有名有利的时候你就说要自由，你有想过我吗？你知道当女生晓得自己有身孕，男朋友又不在身边，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吗？再相信一次。阿斌，我已经嫁人了，我只想在带他去美国之前给你们父子最后一段相聚的日子。你会告诉他是他爸吗？喂，裴叔，我想把车扶起来，可是我一个人做不到。臭小子，不就是扶个车而已吗？有什么难的？有些话我这辈子只能说一次，你给我听好了。上回你为我摔了一跤，输掉了那场比赛，可赢得了我的后半辈子。我要跟你说，我对没生锈，你到底想说什么？你还恨我？恨你什么？恨我当年，当年到底怎么了？当年就当年嘛。对啊，当年到底怎么了？好，忘了就忘了吧。说了你是他爸爸之后，他就一直哭一直闹，不睡觉也不去美国。他说他一定要见你，你能不能跟他见个面，劝他去美国好好的念书？我知道他最听你的话，你就当是帮我最后一个忙。有什么话在这里说？阿斌，我好想你哦。我很好。
我要去美国了，你可以骑摩托车载我去吗？摩托车到不了美国，你不要再胡闹。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你妈有多担心你？到美国之后，要乖乖的，听妈妈的话，知道吗？那到美国可以打电话给你吗？不可以。那以后你会来看我吗？不会。可是我真的很想你呢，我想要骑摩托车，我想要摸你的车，我还想……够了！别再哭了。你听着，到美国之后，你就应该要像大人一样思考着，而不能像现在一样耍小孩子脾气，你知道吗？这是我的脸，我想把它送给你。现在不会再想我了，那只要有一天你会想我的话，你还有我的脸可以看。我不想看到你的脸，我不想再看到你。你像大人一样的走回去，回头，抬头挺胸的回头，走回去，头也不能回，走，走啊，走，走啊！不许回头，走！你这次比赛还有把握拿到冠军吗？我希望这一次的选手都能够拿出他们最好的水平。这次陈汉斌也出赛，你还有把握能赢吗？
间快到了，我们要去赶飞机。走吧。错吧？这么早就起来了？哎，你家好干净，衣服还给我折好。穿穿看，看合不合身。哦，你拿别人穿过衣服给我穿，那么诚意啊？不是别人穿过了，是我老婆穿的，不要就算了。Thank you.
以看。不管你是小三的亲戚还是谁是谁，小三的事情啊，我跟你说声抱歉。从今天起，这是你的地盘，但是你不要太嚣张，不要越界，我们和平相处，互不侵犯，好不好？暑假，我让冰冰回来你这里。老实说，这些年来，我一直祈祷孩子不要像你，可是他的确越来越像你。我想了很久，我实在没有权利，因为我怕面对你而不让你们父子见面。好好的陪陪他吧，孩子也需要爸爸的。我希望你能记得冰冰笑的样子，生气的样子，哭的样子。错过了的，你不要再缺席了。佳伟，你怎么回来了？发暑假啊！我天天跟妈妈讲说要找阿 B， 每天都讲100次，她受不了就让我来啦。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你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男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一道彩虹是半圆，两道彩虹
是团圆。等到有一天天上有两道彩虹的时候，我就可以跟我爸爸团圆了。其中我其中一个脑袋好混哦。你九头怪啊。感觉到天空海阔，陆陆续续下班了，爸爸陆陆续续的回家。没过去哭泣，只是到几个老爸3000个。擦干了泪水以后，想扔掉一样的金山洞，感觉和气不合理。好笑，那时候身不由己。现在一个人自由了，始终要明白事理，说没事就没事，除非我